面包，我有听过说我才被踩的，是啊，有听过就会踩的、啊。对啊，那个要高兴的谱音就好了。因为我也知道哆来咪发嗦是怎么弹的。那是刚才我们摆的那个谱上面写的，可是我只会弹一小段。速度会比较快，我先弹那个小节奏，这个十米八，这个小兔子音乐零什么什么的，它上面写着一，有只小兔子零什么的一 ，OK， 这个十米八得到了，十米八他们戴眼镜。我来看一下，好，我只会下一段，然后另外一段我就不会下了。我来看一下，哦，看一下，我在这，看一下。我是慢慢弹一些，好了，再来看一次，跟我就比较集中。
下次我们还会再谈一次哦。下次姐姐有拍短片。洗衣机，各位都还没坏掉哦，所以我们还可以再录一个小时，很快大洗你们会坏掉。再过细一点。妹妹，我要让大家录四下啦。你要再录是不是？对。好。这是那个有四面包有挂的，就是这个。这是森林的啄木鸟。然后它的作者是小森林的啄木鸟。这个小蜜蜂，还有，汪汪汪，这个汪汪汪，来认识一下大家的汪汪汪。这个是我姐姐以前有弹过的，看这里写汪汪汪。对，这是我第一次认识的。还有，你看一下，这是练习的跳舞。喝水。木马熊什么？
小溪，小耶！这是我第一次学起来的，可是我看不到谱。他说萨萨歌，还有他写他这里写我认识这个字。我给观众看一下，如果观众看不到的话就知道了。这里，好，观众看好了。那好，这个小嘻嘻，那这些字都是这小音是怎样？游乐室完啦，跟那个小嘻嘻有关的，我来看一下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是介绍你到马拉斯。那我们下次拜拜。是。我会了，我会，我下次来了。那个小梅呀，小梅呀，在哪一本？在这本了。小梅呀，我找小梅呀，听我会弹，咪咪哆嗦咪咪咪，乱乱乱，咪嗦嗦，咪咪哆嗦咪咪咪，来咪，乱乱咪，乱乱咪乱哆，啊，咪咪哆嗦咪咪咪，乱乱乱，咪嗦嗦，咪咪哆嗦咪咪。是我姐，小梅要不是要这个，那我直接弹给你们听好了。咪哆哆咪咪咪，好了，三二一，准备好吗？三二一，开始。大家不要跟着起哄，这是我们第一次，我才周班练试了。我以前四人班没有练过的，但是我都那个用那个这种声音，然后我们都不用这种声音，因为会太大声，我们都用这种高声就好了。因为如果用这个高音的台的话不好听，所以我不用这个。到那个楼下或楼上。那我今天呢，你再来练习，大家也不要跟着急哦。哈，我是周白了，那姐姐她是二年级了，她一年级的时候就在练这个钢琴了。姐姐是二年级了，所以她现在在练钢琴。三二，三二一。我没有心跳，跳一下，我们再熟悉台词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
下去。我们的本子啊，已经放到那里了。我等一下会自己去借我的本子。我的本子还是放到上面了，没有放到上面。我的本子在那个那里啊，我的本子放到上面了，是吗？等一下，没放到上面，所以我的本子就一定是放到那了。我就直接那个一号在我的西就好，我等一下再继续去那里找我的本子。好，再来是，我先弹那个我们刚才录音完的那个，我这次是要写的。有点沙，所以我们再重弹一次。我们已经杀了两次，所以我们的技术现在已经是咪咪哆哆咪咪咪，咪咪哆哆咪咪咪，软沙沙咪咪哆哆咪咪咪，软软咪软哆，哆是那个，哆就是代表一 ，OK。所以我们要计时一的那月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本子，那我们就不要补，然后把这个扣起来，然后不要垫本子，然后就直接抬，这样子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上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